目前当然希望今仔咱普遍面临着劳动力老化甲欠工的情形，为了会当来互农区会当来顺利运作，另外区农会在领先全台湾，争取着中央农委会外籍移工外电服务的计划。目前台南市柳营区农会在做外籍移工这一块的调配哈，就是若农户呢，如果说你有需要，你就到农会来登记，然后我们会先符合你的需求，看你是需要哪一个国家的移工，然后我们去做调派，甚至说你从事的农作是什么样的农作，然后我们来选用他可能曾是从真就有这个经验的一个移工，这样子对于农业帮助会比较大。就有着计划所引进的移工，咱有农林渔保的工作经验，十名林业现在伫伫农区内斗三工。伊总干事表示讲，尽管人数同款阁无济，但是会当来充分调度，对欠工嘛是有一定的帮助。前我们总共是有十个移工进来，那下个月开始，经过农委会的审核之后，应该会有二十位，就增加二十位，所以一共有三十位。那如果有需求的民众呢，可以先来登记。目前外籍移工外电服务计划阁伫试办阶段，但是成效是袂歹，今年渴望来扩大施行，引进更侪人力，用来彻底纾解着农林渔业欠工的问题。南平新闻台以下刘雅采访报道。